声音好，声音就是要听听。我们今天，对的，我们今天来到11月1号了哈。11月1号什么日子呢？不是个什么特殊日子，就是说是，哎，其实今天是叫诸圣节。你们知道什么叫诸圣节吗？诸圣节的意思就是，哦，这是诸生日的，不是诸生日啦。诸圣节其实就是万圣节的。的概念，对好，来纪念那个，对好，来我们来说到相信耶稣哈，相信耶稣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有没有得胜有余？有余什么意思？有一只鱼吗？得胜有余什么意思？就得到很多的胜利了哈。相信耶稣呢，就能够让我们让我们什么罪得赦免，让我们脱离罪。我们如果越软弱的时候呢，越能够彰显神的大能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相信耶稣是大能的。那你相不相信有耶稣呢？小恩，你告诉我，你相不相信有耶稣？有。你怎么知道有耶稣？谁都马知道。谁都马知道是吗？小何呢？只要是基督徒的都知道是有耶稣。是哦，好。那我们今天来快问快答喽。11月1号的快问快答呢？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呢？没什么。11月1号，没什么。没有学到东西。因为今天都在考试，上午考试吧，下午嘞？啊？哎，你先下每课啊，对啊。好，那小呢？他说他今天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？13本。13本？3本啦。3本，好，3本什么书？漫画。他说。漫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11月1号风和说，抱歉，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喽，跟大家说拜拜。